亲爱的朋友，好久不见，好久没有给大家开直播。今天是3月14号，2024的3月14，爱你爱一生一世啊！今天有伴的朋友呢，一定不要忘记和你的另外一半说我爱你，我多么的需要你。好，那如果呢还单身的朋友呢，今天一定要对着自己说你好棒，你是最独特的，一定要好好的感谢我们自己，让我们每一天呢可以这样子活力充沛的去做利人利己的事情哈。所以呢，今天是非常开心的一天，而且阳光明媚哈。前两天下了雨啊，觉得非常的滋润，然后今天呢天气很好，心情也很好。然后我一早呢起床的时候啊，就是要洗脸之前呢、啊、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觉得哇，怎么变得这么好看，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我最近呢开始吃了一种胶原蛋白哈，就是其实我自己想说我大概吃3个月左右很好再跟大家讲，那我其实只有吃1-2个礼拜的时间，可是呢我真的是太开心，我最近每一天呢感觉呢都是春天，每一天呢起床呢照到镜子中的自己呢，都觉得哇，这人生实在是太美好了。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产品，怎么会有这么棒的东西，而且呢就是你只要吃一包胶原蛋白就顶过你吃其他零零种种很多东西。好啦，话说今天是情人节，我怎么又扯到胶原蛋白去哈？好，跟大家讲，总而言之呢，女生不管你结婚还是还没有结婚，都一定要记得爱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那对自己好一点，不是每天山珍海味啦，或者哇想喝酒就喝酒很豪放。爱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的身体、灵魂、心灵得到一种满足的喜悦哈。那身体的喜悦就是该晒太阳晒太阳，该运动哈啊，早点睡觉，然后睡眠要充足，那你身体的营养要充足哈。那一定要吃胶原蛋白。我个人呐、啊、哈，就是很多人看到我啊哈，其实很多20几岁、30几岁的员工看到我，他们都觉得我比他们还要年轻，还要身体健康。年轻不敢说，就是。比方说苦累背起来，苦累背起来，我100下我可以做到，但是一般员工做20下他就已经瘫在那里了，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没有好好的保养哈。那保养呢，那你越年轻保养有越年轻保养的效果，那你年纪大了当然更要保养了哈。但是呢我从比较年轻就开始有在涉猎胶原蛋白哈。但我以前吃很多胶原蛋白，我都觉得没有吃到骨子里，也就是说是厂商说它的胶原蛋白很好，我的戒指勾到我的衣服，哦好出来了，但是呢我自己没有很大的感觉，感觉好像是在吃辛酸的。那我最近吃的这个胶原蛋白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呢我只吃一包，而且它上面写只能吃一包，因为多食无益，我就觉得哇，这厂商好有良心哦，竟然只叫我吃一包。一般你如果问他都说啊，当然多多益善啊，吃3-5包最好啊。他的这一种的一天只能吃一包，因为他每一包呢就有3生态的小分子的胶原蛋白，5000mg 对不对？对，5000毫克，外面就只有3000，外面一般有些3000都没有。然后这是台湾的鱼鳞哈，那我要实话实说，这一道养生食品就不是素的，它是鱼鳞做的，所以吃素的朋友就没有办法。因为以前我有尝试吃素的胶原蛋白，但我老实说我真的没有试出效果，后来我就不敢推出哈。因为我有推出素的葡萄糖胺嘛，那是我每天一定要喝的，因为清晨尤其早上吃素的人太多了，早上我一定要喝一杯葡萄糖胺。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早期我的骨头会有发出一些声响，我做某些动作会叩叩叩叩叩的那个声音，轻轻的叩叩叩那个声音。那我呢我就很害怕，我很害怕老，我很害怕我的膝盖不行。因为你知道吗，人老从哪里开始老？从腿，从腿，腿，因为重量都在腿部。你知道，凡是受伤不良于行的人最可怜，因为呢，他身体会开始老化，因为他没办法运动。所以呢，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膝盖只是叩叩叩，还有声音，
可是我们还有补救的机会，或者说你现在有什么受伤但还有补救的机会，所以你要好好的爱自己。那我觉得我的葡萄汤有几个很大的好处，我快速的讲过哈，因为本来不是要讲这个啦哈。第一个就是说它非常的好喝，好喝到你以为它加糖，事实上一滴糖都没有，是完全无糖的，这是葡萄汤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它是纯素，所以我一早起来空腹我只喝30cc，只喝 30cc。 早期我还没有接触葡萄糖胺的时候，我的脚每天做运动那抠抠抠抠好几次，哎呦，我心里真的很害怕。我喝这个葡萄糖胺刚开始我一天要喝2杯到3杯，一杯是 30cc， 可是我现在呢凭良心讲，我只喝一杯就是 30cc， 然后呢好喝，然后胶原蛋那不是胶原蛋白，就是那个葡萄糖胺对我的膝盖真的帮助太大，我现在膝盖很骨溜哦，像少女的膝盖一样哈，这样讲会不会太恶心？有点恶心，对不对？不会。好，好啦，那个就是跟大家讲要爱自己啦，尤其是如果你有妈妈、爸爸，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很多葡萄糖胺呢，它里面鱼腥味太重，你就一定要加糖，不然你根本喝不下去。于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就不敢喝葡萄糖胺，导致呢身体糖尿病已经很可怜了，结果脚也不好，好不好？那葡萄糖胺不是只有对脚不好哦，包括脖子。哦，有时候转头会这样撇也会很有帮助，好不好？好，以上讲的就是葡萄糖胺哈。好，那胶原蛋白等一下再讲好了。哎，有人要听胶原蛋白吗？好，我就把它讲完好了。我现在吃的胶原蛋白呢，第一，它有5000毫克的三生态最小分子最好吸收的胶原蛋白。好，那我们人体是一定要胶原蛋白的，我不是只有脸美，我全身皮肤都这样子哦。就是因为你擦保养品也好，你去做皮秒雷射，当然也都应该要，都很好，但是那个只对针对你的脸。外观，可是我不想只对我的脸好，我全身都是我的宝贝，我全部都要对它好，所以呢，我就一定要用吃的胶原蛋白。那其实我不瞒各位，我过去其实是吃燕窝的人，那也不是说我现在不吃燕窝，我最近把燕窝停了2个月，就是在实验这一款胶原蛋白。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吃燕窝，我光吃这一款胶原蛋白有没有达到我过去吃燕窝的效果？因为我的这一款里面呢有燕窝酸，它可以省掉你买燕窝的钱。当然如果你本来就在喝燕窝的朋友请继续，好，反正你有钱你就给它花下去，是省给谁呢？对不对？自己好好的用它。好，另外呢，它有一个女神一定要有的，就是私密处的保养前花青素，就是蔓越莓。好，所以呢你看，又有胶原蛋白，又有这个燕窝酸，然后又有这个花青素蔓越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柠檬，就是多酚界的爱马仕叫柠檬多酚。你们知道我喝柠檬多酚起码有8年的时间了，那就是给我体力，但不要喝太多。我有一天呢那个金柠檬喝了3瓶，晚上到12点都没办法睡觉。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要喝金柠檬的话，因为它太有效。如果你不是重症患者，你就是啊，只是想要精神好一点，一瓶就好了，一天一瓶，而且建议在上午喝。好，在上午喝。我上次不是来这里喝了3瓶吗？对。然后我就不能睡觉。然后隔天虽然没有睡觉，可是隔天精神比什么都好。所以它就是抗氧化，太有效了。所以真的不要贪。就是上面包装写说，哦，这个胶原蛋白喝，吃一包就好了。我有一天也是贪心吃2包，晚上也是睡不好，就是比较晚睡。因为呢，它就是里面有柠檬多酚又提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什么？哦，亚麻籽跟那个木酵素，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有一点像益生菌。就是在调整你的肠胃，加上柠檬多酚也有调整肠胃，所以呢，你吃这个为什么不能吃多？吃太多也会拉肚子。里面有膳食纤维，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很良心，就是一天一包。那这个呢，我们最近网站刚上市，就是叫女神北泡泡，女神北泡泡。那其实呢，我就是断断续续已经吃了几个月，但是我最近就是每天。有时候吃2包，有时候吃1包，就是很密集。然后呢，我在一个礼拜以前开始，就是起来看到我的脸，就自己吓到自己，这样就觉得天哪！因为我也会做皮秒雷射，好，
哎，我们到这个年纪了，不做一点医美怎么可以呢？哈，那我也会去做一些美容。可是我觉得吃这一包的效果真的太好了，我可以挂保证哈。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亲朋好友合起来买一包，一包只有30包嘛，对，30包，一大包只有30包。然后你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吃一个礼拜就好了，啊，一天一包哦，请不要一天吃两包。那如果以后没效，你就当你跟这个产品就是没缘，好不好？那如果有效呢，那你就要谢谢我，好，因为我有实验的精神，并且这一个奖呢，这一个产品女神北泡泡刚刚获得美国矽谷的发明专利奖里面的金牌，很强，对不对？好，所以呢，而且价钱真的是 CP 值太高啊，太便宜了。你知道我吃燕窝的人，这个实在是啊，这个天壤之别哈。但是呢，却能够有这样的效果。我现在还继续在停燕窝当中，就是我还会再继续的吃一段时间。那我不会落掉一天，我每天都会吃。然后我就是期待我之后呢，有更好的效果，你们也会看到，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好吗？以上呢是我的今天是情人节嘛，哈，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情人啊，我当然要对自己好一点啊。你们知道吗？我最近要搬家，因为我家里要重新装修，我家里呢那冷气都坏掉了，然后就是反正也房子也旧了，所以要整个的装修，那我就租了一个小房子，所以我最近要去过租屋主的生活，我要去体验大家租屋是怎么过的哈。然后呢，我就买了很多那种衣杆，就想说啊，衣服反正一个衣橱不够放，就挂衣杆。后来我想一想，不对，人生难得，余生珍贵哈。照我这个年纪呢，哎，我还能够活多少年，自己都不晓得，所以要善待自己。所以呢，我就又去买了两个大衣架，啊，应该说大衣橱，只是没有门而已。纯白的，纯白的，很漂亮。然后呢，很多人看就说，你不是租房子，你为什么买这么漂亮的家具？我说我在这里要住半年呢，半年对我来讲每一天也是很重要，我要开心开运，我才能够带更多的好能量给大家。所以我不要省这个钱，我把它花下去啊，我要促进我们那个台湾的经济繁荣啊。所以呢，该买的就买。然后我最近呢，因为要搬家，所以我断舍离了几十箱的东西，光是衣服送出去大概上百件。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家里一定要窗明几净，这个才是，不一定是豪宅，也不一定你买房子，也许你是租一个很小的套房，可是你仍然可以把这个套房呢打理得井井有序哈。好，那说到呢今天情人节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当然呢，我们要跟另一半说我爱你，你对我好重要，我好需要你。那对我们自己呢，要说你好棒，你是最棒的，你是女神。他常常这样子鼓励自己哈。男人的话就鼓励自己，你是男神，就是讲自己哈。好，你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需不需要吃胶原蛋白哈。然后你再哭了可以背开来，哭了可以背开来，看你需不需要喝葡萄糖胺，自己决定。自己决定。那如果呢你不知道怎么定呢，你就葡萄糖胺，你就写一个胺加一。然后如果你想要女神的这个北泡泡，你就写女神加一，好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呢一定要大家要多念咕噜咕咧佛母的心咒，还有文殊菩萨的心咒。为什么？首先，现在是春天的季节，春天就是桃花开的季节，每一个人都想要在春气萌发的时候找到好工作，对不对？或者找到好的前途。有些人学业还在彷徨，哎，我到底要去哪里读书？我是要去留学，还是我在台湾，还是我要找工作？你是不是有很多的选择？你不知道你要怎么选择，你才能够把你的这个人生呢好好的过下去？或者你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加薪了，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升迁，或者生活上有很多的烦恼，是你没有办法用智慧解决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没关系。这两个心咒解决你所有的疑难杂症。首先呢，我们讲咕噜咕咧佛母桃花的心咒啊，桃花佛母的心咒就是咕噜咕咧佛母，它呢在这个显教呢是称为坐明佛母啊，那它是
大自在佛母，大自在佛母就是实相自在的大佛母，所以他有寿命自在呀、啊、受用自在、人缘自在呀、啊，啊，你身体健康自在呀、啊、长寿自在，你想活几岁就几岁，他就是一个大自在佛母。所以呢，他的咒语很简单 ，Om Guru Guru Yesu Soha， Om Guru Guru Yesu Soha。那么你可以在我的 YouTube 找到。Om Guru Guru Yesu Soha， 你可以跟着一起学，一起唱。然后今天是情人节，也许你要上班，戴个耳机听个五分钟、十分钟，那晚上回去呢再听久一点。一定要把情人节这个能量呢先拿到来。好，你可能想说，哎呀，情人节有什么能量？人家情人节，三月十四号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情人节，也都已经那么多年了，几千万人甚至几亿人在实行这个。情人节的仪式，所以它是一个集体的能量，我们要去跟这个日子的能量同频共振，这就是所谓的风水、哦、所以你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去尝试，你就没有好风水，那你什么都愿意尝试，你就有好风水。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咕噜咕噜佛母。那么三月二十三号我会在阳明山莲花雨等待你的到临，我们一年一度的阳明山莲花雨的咕噜咕噜佛母大法会即将在三月二十三号举办。那么这一天呢，这一个法会我们在阳明山已经办了有十二年，好、哦，已经有十一年还是十二年。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一天，如果你没有报名法会，我一样欢迎你来参加哦。好、哦，那如果说你有报名法会，那当然就更希望你来参加喽。好、哦，还有呢，这一次有很多。供养我们桃花法会的功德主，我在这里谢谢你们啊，随喜赞叹你们。那我这一次为了大圆满功德主，也准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桃花佛母的宝瓶，然后打开呢，就有非常庄严的佛母呢坐在里面哈、哦。所以呢，这个是特别感谢大圆满的功德主来护持我们这一次的桃花佛母的法会。那么其次呢，还有另外一个咒语也一定要学的，就是文殊菩萨心咒。文殊菩萨心咒，像这一支笔呢，上面就有文殊菩萨的种子字，文殊菩萨心咒。那么文殊菩萨呢，会在四月二十七号阳明山的山上举行。那我这一次有特别要报名文殊菩萨的朋友呢，文殊菩萨法会的朋友，准备了这个文殊的福袋，有没有很美？我说不定有人在问你身上有戴了一个项链哦，我这是文殊菩萨的智慧剑，它可以斩断一下围缘。有没有一些想要分开的人分不了？有没有一些想要辞职的工作，老板对你不好，可是你又跟人家签了合约，不能够离开？对不对？有没有人生有时候不自由，一直被限制，或者呢你自己限制你自己，你自己认为你不值得得到第二次的幸福，你不敢接受第二春，你不敢接受别人的追求，或者你还在第一次的婚姻的笼牢里面呢，在那里痛苦的犹豫着，你应该要带一个文殊菩萨的宝剑。这是一条很美丽的项链，好，然后你看我今天是穿的是衬衫，哎，戴这样戴着是不是也很雅致？而且老师很贴心，还有送一个小锦带。然后，如果你工作的关系不能戴项链，我有送你一个很漂亮的锦带，你可以把这一个文殊菩萨的项链呢，就收到这个锦带，然后放在你随身的包包，又或者你上班用的包包里面，这样子它也一直在跟你相应哦。那另外，你看我手上戴的这个就是文殊菩萨的。他的纯银戒，他的那个心咒就是 Om Arabajanadi Om Arabajanadi Om Arabajanadi，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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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你每念三遍，你就可以念好几次的滴滴滴滴滴啊！当然，如果说你很有时间，那你就不要这样，这个是偷懒的做法。这我是教你们说，哎，有一些人真的很忙很可怜，每天哦头脑想不停，然后工作都没有自己的时间，那你就可以念。Om Arabajanadi Om Arabajanadi Om Arabajanadi 滴滴滴滴滴滴滴，然后你可以拿这一个文殊菩萨种子字的笔来写字，好，来签约或者来想事情，来写 idea 哈。哎，现在的人都不写字，都用手机打字，对不对哈？久了以后都忘了那个字怎么写，所以请你哈一定要写，因为文字有灵，你写下来的文字它才会美梦成真。所以像许愿呐，不要只是嘴巴讲。嘴巴讲，
而且要把它写下来，它才会美梦成真哦，哈。所以这个笔很重要。然后这个呢，这个文殊菩萨的福袋哦，很漂亮，它上面有智慧剑，同时这里面有一个很殊胜的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里面有放他的香灰。加持过的紫水晶一些圣物，所以呢，这一个文殊菩萨的福袋，你看连后面都做得好精致、哦、真的是一个，你看这上面还有一个吉祥节，非常细腻的细节，有没有？旁边还有很多如意的云纹，后面呢还有 Om Amarana， 哎 ，Om Arabajana Di。嗡阿拉巴扎那帝，你知道一般你看到这个咒轮呢，只有六字大明咒，对，没有人做文殊菩萨的心咒，所以考生呢，这个就可以放在口袋里面，哈、哦，去考试。这有老师有很贴心，也是附一个小锦袋。对，然后这个呢，我也是有送一些小锦袋，就是哎，你不能让人家看到，你就放在锦袋里，这样是不是就很安全哈、哦？那如果全家人想要报名文殊菩萨法会，那我就会送你这个文殊塔。那这个塔很特别，是有仁波切装藏宝物在里面，所以你不能打开它。然后你可以把这支笔，它就是一个笔筒哈、哦。有没有也有没有很可爱的笔筒？然后上面呢就 Om Arabajanadi， Om Arabajanadi，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学会念文殊菩萨的种那个心咒了呢？好，那这些呢跟大家分享。那我刚刚呢有说，哎，今天三月啊十四号，所以呢我们要爱自己。啊，然后一定要念文殊菩萨心咒，还有念咕噜咕咧佛母心咒。那我最近有出了一本四神天地魔法书，所以呢，其实我这个月呢都已经在闭关了，但是呢，为了这一本书呢，我又不停的在宣传。所以今天晚上的六点钟，我会在 Momo 的 App 跟大家来见面。如果你想买这一本书，又想要拿到一些优惠好康的话，那么你可以到 Momo 去。看晚上的节目哈，那你就可以买到。那你也知道这个要怎么用哈，这一本是我自己的。然后呢，这每一本书呢有一个序号，有一个序号哦。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做了一个 app， 那这个 app 要怎么用呢？我相信它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用的一本风水书。为什么呢？除了里面写的东西浅显易懂，很好实用之外呢，我自己做了一个 app， 我给你们看我自己的资料。我透露我自己的资料给你们看，哎，真的为了大家哈、哦。好，这个是宇阳乐活家族的 app， 宇阳乐活家族的 app 哈。然后你按到这个四神天地魔法书，你看它有罗盘哦，它可以去照出来说你到底哪里是你的方位。比方说呢，总共有四神兽，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哈，所以呢，在去年我就有这个灵感，就是说龙年我们应该要把四神的这个天上二十八星宿，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刚被生出来，天上有二十八星宿在照着你，那个就是你的星盘，好，那个简化的呢，就是十二星座。那比较复杂而且也比较更准确的呢，就是我这一套二十八星宿的系统。那你是哪一个神？比方说有属青龙的、属玄武的、属白虎的、属朱雀的，像宇阳老师我呢就是玄武。那我是二十八星宿里面的维宿，危险的维哈，维宿。那我的天生幸运方就是北方，那我的天生幸运日就是礼拜一星期一。所以每一个人你透过这个 app 就可以知道你的天生幸运方是哪里，还有你可以卜卦，就是有事业的年运的签，有爱情年运的签，同时呢也有这个金钱运的签哦。然后同时呢这个要怎么用，好，来我来给大家看，我来秀一下我的青龙方。比方说今天呢，诶，青龙方就在这里耶，这样大家看得到青龙方吗？我可能秀给你们看不是很方便、但是我自己很容易看到啊。哦，对了，我知道了，手机换一个方向就不是了，只有我这样看，所以你们是我的青龙方。对，所以我录影都在这个地方，刚好青龙方，我现在就是在青龙方。好，
这个怎么用呢？比方说啊，今天要跟人家谈一个事情哦，就是你到了一个，比方说你到 Starbucks 去要喝咖啡，跟人约了，然后你提前到了，那既然提前到了，就可以把我的手机这个下载的宇阳的这个 app 呢打开来，然后就看我的事业吉方青龙方在哪里，嘿嘿，找到了，就是这个位置，那你可以先坐在那个位置上等你的客人来到，如此一来的你就占了一个风水上的一个优先权。好，那还有呢，比方说你租房子哦，这里有四间可以选择，那你就可以去看啊，你的玄武方在哪个方向，很容易有这个，我这里把罗盘都 app 都做好了，玄武方在哪个方向，哎，找到了，这四间里面我就选这一间，这一间就是我的玄武方，就是我经营家庭是会最容易成功的。那么如果你是 SOHO 族的话，你进去家里面一样，你还是要找青龙方。比方说你是做美术设计的，或者你是艺术家，或者你在家写稿子，反正 anyway 你在家里做事就对了，或者你在家里做这个虾皮，网络的这个直播，或者直播，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找一个方位，你知道找一个命理老师去你家帮你看个风水要多少钱吗？没有20000块是做不到的，因为还有车马费的问题，对不对？而且时间上也不好约，而且你也不知道这个命理老师是很正派的还是扑龙孔的，你都不知道，对不对？那宇阳老师的 APP 不会骗你嘛，而且你下载这个也不要钱，对不对？那四神天地魔法书全省的书店都有，好， APP 的名字就是宇阳乐活家族，你下载之后呢，每天都可以免费的算命，是免费的哦，免费的哦。好，那你四神天地魔法书呢有一个序号你一定要输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你天上28星宿的星盘，你就知道你青龙还是朱雀玄武还是白虎是哪一个，那每一个里面就有说明，这本书就有告诉你哦，如果你属青龙是代表什么，来念一小段，青龙属性具备强大的野心跟胆识，对安逸平淡的生活毫无兴趣，总是追求极限挑战和不断的自我突破，你就知道那些不怕死的运动家可能就是青龙。好，优点呢就是在社交场合当中魅力非凡，善于运用心理战获得别人的信任。缺点呢就是容易为了成功而选择高风险的策略。好，好，当然他写的几头拉苦你要自己慢慢看。好，那像我呢，是我不是白虎，我是玄武。我是白虎。你是白虎是吧？好，白虎是极具灵敏聪颖与智慧，很吻合，很准，很准，心胸宽广，很准，很准能与不同价值观的人来往，并保持友善亲和的态度，超准，能灵活处理自己及他人的情绪，甚至笼络人心，超 准，一天到晚巴结我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还没看、啊，你还没看，你们还有谁知道？我是玄武，你是玄武啊？玄武不是跟我一样吗？来，在群体中是目光犀利的观察者，好准。擅长不动声色的观察与记录，对于他人的需求和偏好了如指掌，超级准。对，不仅会优先设想他人的需求，更能够在危机时刻提供关键的解决方案，太准了。对，因为公司缺钱都是我卖房子来解决，这样都是我去跟银行借钱。好，所以呢这一本书真的是超准的，这叫四神天地魔法书，你就写书加一。好，林峰龙说已经购买第二本。我跟你们说哈，我在书展那一天呢，那你知道这个，我应邀台北国际书展的演讲人，那我为了不辜负人家邀请我去呢，我特别找了四个 coser， 大家听懂吗？就是 cosplay 的，这个。神兽美女来跟我合作，来给大家看到了，来是神兽给大家看，来有没有看到最美的就是中间这个，好，对自己要有信心嘛，对不对？最美的中间这个，其他的 coser 不好意思。好，那你知道吗，我为了这个就是请了这四个 coser， 然后我们在现场呢很多人大排长龙，当然大部分就是为了要给我签名，可是给我签名他不是要拆开吗？拆开我就说，你这序号不要掉了，掉了就没有了，他就赶快去输入，然后就安装，现场就用说，天哪，老师你这太好看了，我要又去买7本，
他说他员工每个人一本，而且还可以每天抽卡哦。因为他的员工每天呢都要去干嘛你知道吗？谈事业，谈事业，就是要去签订单、嗯、那我当然希望我的员工都能够签成了，所以他就然后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来抽四张卡牌，好、哦，抽一抽，然后抽到了以后怎么办呢？抽到了以后回去看书。你抽到啊，今天我的个性，我的属性是朱雀，哇，有什么要注意的？有什么要提醒我的？这是不是二十八星宿朱雀神有对我有什么指示呢？那请你来翻身，哎，翻书，翻书里面啊，翻书就是翻身呐、啊，谷底翻身，好不好？所以呢，这本书太有趣了，这个 app 呢，我真的是花很多的心神，花很多的时间，一切一切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就希望。你知道我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很可怜，也有人说我们这一辈的人呢就是最苦的啊，当夹心饼干，又要孝顺父母，又要照顾子女，我们就夹在中间是最苦命的。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才苦命，所以呢你家如果有年轻人啊，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真的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自我的压力已经太大了，然后赚钱他真的也买不了一间房子。你看我们以前一直死命的奋斗，我们还有机会买房子，现在年轻人买房子谈何容易。所以你要怎么办？就算是租的房子，也要常常看到自己的青龙方，看到自己的玄武方，这个方可以干嘛，这个方可以干嘛，这个 APP 里面跟书本里面全部都了如指掌，它绝对是你人生最好的一本伴侣。如果你没有伴侣的话，你一定需要这一本；如果你有伴侣的话，你需要两本，因为两个人的命不一样。而且里面还有一些小测验。对，然后呢里面还有教你好的风水应该怎么布置哈。比方说开宗明义篇就告诉你，冰箱是我们家的财库，你要如何去布置你的冰箱哈。那冰箱你要有什么东西才会有钱？比方说冰箱你要有牛奶，代表源源不绝的财水，因为牛奶牛是永远源源不绝的啊。然后鸡蛋代表什么？圆满，同时代表财富。你看那鸡蛋一打开像不像太阳？像，你在吃太阳的能量，对不对？锁定晚上直播，锁定晚上直播。好，他叫我不要再讲书了哈，因为我今天本来没有开直播，我还有很多的录影。好，那非常开心跟大家聊天，然后啊，四神天地魔法书哈，好，那我们这个 app 太好玩了，在 Momo 晚上六点在 Momo 的 app 里面直播哈，那就是因为他们也很好奇到底 app 要怎么用，然后适合方位不太会看，哎，很简单呐、啊，上面你那个 app 打开就有你的，你就可以找吉祥天生幸运方啊，什么吉祥方和青龙方，你按下去，然后那个指标你要去对啊。你不能都不动啊，你要走走走走，哦，对对对，青龙方它就会跑青龙出来，然后对对对，哦，玄武方这里玄武方就跑出来，好不好？很好用。而且呢就算你不玩这个部分齁，里面还有很多算命的是不要钱的，目前不要钱，以后会收钱。好，现在为什么不要钱呢？因为现在还在宣传期嘛齁，所以呢等现在都不要钱，所以大家赶快进去，然后每天都可以占卜齁。啊，每天一定有很多事想问啊，哎呀，我今天找工作到底是去东边那一家还是西边那一家，哪一家比较好？我的 app 里面有很多的游戏，而且正在开发当中，很多我还在做 AI 人工机器人，代替宇阳老师去解决大家的疑难杂症。好，就这样子。 对， 对，如果想要知道我们的 app 怎么使用的话，可以私讯给我们小编。然后最近呢，如果大家要买女神北泡泡，一定要去官网，好，去门市加一哦。你就写啊、女神北泡泡加一，或者是神天地魔法书加一，或者是文殊菩萨法会加一，或者是咕噜咕噜佛母法会加一，好不好？葡萄糖也加一啊，葡萄糖胺也加一。OK，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